反正鼓起了心声，会当趁着大家，咱所有市民会知影讲，啊，鼓起了，即九东的市长是安怎做的？安尼过来，王公就过来吃官司，就过来，就讲，首先伊今仔有这份罪恶就叫伊出咯，是个心声，今仔是这重点哦，咱来了解。啊，伊对咱中山区的部落吼，伊绝对足用心的啦，一定的吼，甲咱斗下手，互咱去中山区。不然咱个火星在那边，所以我想这个是这年纪哦，要来办一个那个人肉大餐，希望大家国家盛事，谢谢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家庭美满幸福，谢谢。